那今天我们就去这座博物馆，因为它现在这边的正门是关闭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这边的小路先进去。今天非常的热。那我们现在到了，就在这边买票，是30铢。那现在就是买了2张票，一共花了60铢，因为1张票是30铢嘛。所以现在的60铢，你也看到这边有2个项目，那么现在就出发吧。那它这边有2座飞机，而且非常的大，而且上面还有太多的国旗，应该是真的。非常的热，因为它是金属的，如果在这下面可以乘凉，今天太热了。而且这边竟然还有食堂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吃的。厉害的，哎呀，哎啊，基本上都是泰国的家常菜。所以说，这边当你看完博物馆的时候，如果饿的话，你也可以来这边吃顿饭，非常的方便。点了一个最基础的泰国家常菜，这边就是猪肉，还有一些，还有个鸡蛋。那我现在就尝一下饭怎么样，大家看一看。非常好吃，这基本上就是最正宗的泰国家常菜的做法，非常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去吧。他是谁？这边非常的大。看这边就是宇航员出发的地方，他这边还得站上去。这边好像就是宇航员的舱室，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里面。第九世国王，对，又是第九世国王。这边竟然还有厕所。基本上小米还是真空的，现在基本上就排队去2点钟那个票的演出，看后面人很多。那个表演已经看完了，还可以。它基本上就是介绍12星系，而且它会有那种把你拉近和拉远，感觉就像在现场一样，非常的惊奇。这边很适合推荐带小孩子来看一下。那现在就去另外一幢楼，因为它这不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要去另外一幢楼看剩下的展览。到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。
这楼很高，差不多有七层，每一层基本上都有展览。我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馆，基本上是关于恐龙的。这边还有人在挖掘化石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什么在挖掘化石。嗯。然后现在上楼去另外一个馆，基本每层都有一个馆。很累啊！我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馆，这是。到了昆虫馆，最后一个馆，那我们现在去，这是什么？如来神掌。如来神掌啊，这反正非常有意思，基本上会非常的晕，有点斜。这个馆是目前最有趣的馆，基本上乱七八糟东西什么都有。Hello，Hello， 有声音哎，非常有意思。但是每个楼层馆比较小。那现在所有的馆就参观完了。太热了，所以买的冰淇淋来吃。你看你要不要吗？那冰凉凉吗？基本上可以选，可以选的杯子或者是拿一个甜筒，还有这种丰富的配料你也可以选。
那对了，帮你了。我对两个的。不是你，错了。那谁录？我的在录。干不干了？干了。是椰奶味的，非常好。今天的话，就让我们就参观了一个大老虎。